纪律严明，战绩精良。各位长官及现场的嘉宾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演练的科目既有拳法、刀法及应用技巧的综合演练。现在让我来概略介绍特战部队。特战部队前身为伞兵工匠部队，经转型已朝向小型、多能、模组化、全天候的优质部队。
太极拳为古老拳术之一，古称靶子拳，盛行于河北沧县一带，是继小八极之后的第二套拳路。 停下。